长着牙，然后讲话也不怎么好看，然后我也不怎么好看，所以我就用这个表情来拍这个视频，希望你们不要介意。拜拜，欢迎来到 Talk TV。今天我要来开箱我日本的包裹，我在 eBay 买的钱包终于到了，我很开心。因为之前我一个钱包是我妈咪送的，用了好多年了，然后我想买一个自己蛮喜欢也看了很久的钱包，终于到了，就是这个。等下我就会开箱我这个钱包。哎，现在要开箱了，你们一定好奇我是买了怎样的钱包吧？当然是皮卡丘咯。我也是想看看它的实体好不好看，哎呦，所以我们就来打开吧。 OK， 噔噔噔噔，哇，终于，哎，里面还有东西，先看一看这个。这是我在 eBay 买的，你们想买的人可以去看还有没有货啦，我是不知道啦。哇，他还有折纸额给我，折得蛮可爱的，就放那边先。还有皮卡丘，哇，好厉害哦，他们还画这样可爱，然后后面轻轻的，放旁边先。重点是这个，来喽。再看看它的实体好不好看？哇！因为我喜欢日本的 Sakura， 刚好我也喜欢皮卡丘。这个 bag 我真的是看了很久哦，终于舍得买了。看里面长什么样子的？哇，连它的这个纸都很可爱哦。我觉得我会收藏起来。 Pokemon Central， OK， 打开来看看。哇， OK， 再拿出来先。这里可以放信用卡啊、Starbucks 卡、T-Life 卡，全部熟悉的卡全部放在这边。然后这里放钱哦，然后这里是放虚拎的，蛮不错的，跟我之前的钱包差不多。它里面我可以放很多东西，东西就很多，钱就没有啦。OK， 不错不错，我很喜欢。就这样啦，谢谢大家的观赏哦，再见哦。